Hello， 就看看是谁来啦！我这不就回来了吗？各位，我发觉最近百鬼老板有一堆奇怪的游戏点子，他想要玩一些奇妙的游戏。我要当鸡啊，鸡马，开始读秒，都不用睡觉、哦。哎，这游戏老板说他没输过啊，我让他知道什么叫输啊。那、啊、怎么玩？教我。我的道具，陷害别人的道具是不是？那跳台，好，我选跳台，你随便选一个。我只要研究一遍，我大概就可以赢你了。你不可以装新手，你要认真把我干死。我一定会输吗？不可能，我很知道了。叫做直接跳过关。我先，他、啊、怎么？哎、欸，怎么爬墙啊？在干嘛呢？三小，这不简单哎、欸！啊，干，死了就没了吗？死了就没了。这样就赢了，哎，我用这个摆荡把你干死，看你怎么过。你想走下面是不是？你想走下面，我这个大摆荡荡死你。我跟你讲，这游戏可以四个人玩啊。老板说我们先练习一下，然后令狐冲去下载一下，下次跟令狐冲干。来啊，你先走啊，那你先走啊，我看你多屌。你如果你能过关，你先不要过关。哎，你怎么过了？啊，你不要动，换我了。Hello。好，那我们一二三一起冲，一二三。哎，这不就过关了吗？都看看是谁来啦！啊，这游戏不能一起过关，对不对？一定要有人死掉。所以现在看来，它 easy，very easy。这游戏其实就是要把人家害死，你不能全部都过关，全部都过关代表太简单了，太和平了。Go。又先让我，你实在是太瞧不起我了。不可能过关 ，speed run， you know？ 喂，看为什么有火箭筒？哎呀，你为什么有火箭？哎，你这是 bug 吧？哎，哎，这没道理啊！哎，他出外挂了，有人开外挂。好，我拿着钱过关了，我要逆转胜。你看，抢我的硬币。先过，看我剑！哎靠 ！Oh my god！ 你死鸡 ！I'm a dead chicken！ 这个一定会死啊！这个我后面越来越难了，越来越难，他一定不会过。你看，给他一个 highlight， 来 highlight， 好 highlight 下课。你要把这玩的游戏玩死就对了。你为什么要放那么奇怪？太刁钻了吧！哎。后面怎么有曲棍球？干，好阴险哦！死亡 ，stop， 死啊！呜呼呜！是不是想要让我死亡啊？过关，我看你怎么过。为什么你也有？哦，好弱、哦，冲天炮啊，屁股插针。你看，我赢这么多，剩两轮了，是不是？哎呀，逆转胜！哎，干！哎呀，逆转胜！我都忘了有那个曲棍球，还不要鞭尸，你还鞭尸，打爽没？哇，技术！你在玩技术吗？你在秀吗？哎、欸，那个我的那个鸡是被打，有点太夸张喽。打爽没？欸、裁判他在鞭尸啊，虐宠。哎、欸，那花筒抓不住你。哇，看挑战高难度哎、欸。被锤到，哇，你这个其实好啦，给你过啊。你这一波闪避还蛮厉害的。我是超级。按下门循环。他妈的，我这个是啥小？好，我人很好，我第一次看会不会过？哎、欸，这个电风扇不会有停的时候吗？它、啊、不会有停的时候是不是？干，它不会有停的时候。这什么？这大便哦？这才要大便会怎么样？深陷其中吗？那只马想赢呢？那只马放那边没有想赢啊。那只马，那只马就是，那只马来搞的、啊。这大便到底要干嘛？
这没救啦，这白龙干嘛？干，不要过来，走开！操你！哎，那不是大便，那是蜂巢啊！我以为那个是大便啊！啊，赶快你们赶快自杀好不好？妈的，这个不可能赢啊！在做梦哦！哇，还想赢？这个人想赢？你以为跳到那个蜂巢你不会死吗？你死定了！哎呦，哦，啊，炸！哦，可以哦，还可以这样，你们当诺克人在玩是不是？哇操！干，我刚没跳过去，干，差一点。这样玩哦。啊，我会了，我会了，我会了。这游戏这样，哎，他故意的，他故意的，他不想赢得那么轻松，他故意的。我不信，他明明就是在雷干。哎，我想一下，他刚才怎么弄的？这样跳过来，然后爬那个墙，所以我们只要不让他赢就好了。我这样让他去踩那个蜜蜂，让他痛不欲生。干，你是北七哦？为什么？哦，干，有人在门口放个拳头，我在看配置哎，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啊？这么卑鄙的方式哦，可以这样是不是？哇操嘞！哎干！哎、欸，我没有站上去。146个观众都在看你们两个笑话的、啊。干，摔死，摔死，拜喽！摔死！哦耶！都不要赢，大家都不要赢啊！我没有赢家，没有积分。我的目标就是搞死白骨，不让他获胜啊！再屌啊！干你娘嘞！他妈的，他也太快了！你又忘记有这个拳套，我操！哎、欸，这个他妈谁放的、啊？真的是垃圾哎、欸！我们两个笑歪了。我们一开始两个就往左边跑，你那边站那边跟白痴一样。我忘记了，干，你这个拳头真的是垃圾。哇，你们放这种东西就不要脸啊！没有没有，我忘记那个拳头在传点，我太专注于我要怎么过关了。不要真打了、啊，赶快跳下去死一死。我冷静一下。你要冷静什么？不是跳过去就赢了？干，哎、欸、干，对啊，这样就赢了。要怎么输？知道怎么输？是不是有人没分数？有人没分数，对不 对, 对？有人没分数，我不知道为什么。平时我们两个好，现在不要他过，我们不要他过，都不要过。都爷爷，你不要过、哦。哎呦，哎呦，你看低能，再屌啊！你再屌给我看。我看你怎么过，你过给我看啊！你再屌啊！可以吧？我想看啊、哦。你会 S 型跳法、闪电跳法，直接跳左边再跳就当木板，可以吗？再看上面是什么？上面那是真，那是巨马，会被刺死啊！干，我不要摸到巨马就好了。我怎么可能摸到巨马？你就左跳右跳，这样连续连二段跳啊！他们那边一直踩，想干死我、欸！哎操！我、哦、干，你好屌哦！还好吧？哎呦，干嘛？哎呦，哎呦，去碰他，去碰白鬼，去碰白鬼，去碰白，去碰白鬼呀、啊！看你脸嘞！哎、欸，你刚刚跳的有帅哎、欸，还好吧？那个基本啊，我觉得还好，我只是不知道上面那个螺旋桨会把我十字弹跳，那个螺旋桨会把我尬死吗？会是不是？对，会把你尬死。我只是不确定而已，我突然看到那个螺旋桨要死喽，这个要死了，那个可以干嘛？那个开门，他会把它射出去。好、哦、死！哎、欸，为什么可以射两下？靠，要什么烂陷阱？你这陷阱会不会摆啊？那不是我摆，他自己摆的。哎，那个蜂窝才是制胜的关键。哎、欸，有人说他让我们他自杀，哎，好嚣张哦！明明就是自己死掉在那边让我们，看、欸、那个过不去哈、啊，那个无解吧。他说这很简单、欸、好像有，他说这超简单的。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知道怎么过。太快了，操！他过了是不是？Easy， 我、哦、干，你在干什么？哎、欸，他不会分，哎、欸，他也会反向跳、欸，哎，哎，有一个没过、欸，有一个没过是谁啊？也没过啊，这为什么我没过？中间有一个没过、啊，那个 BGW 二号那只马，傻小，干妈的是傻小、啊，看他竟然上去了，欸、我要阻止，我要防守他，啊，干你娘、欸！哦，干马蜂窝，你干嘛啦？你有病哦、喔！哦，你干嘛？你把蜂窝用过来干嘛啦？我不小心踩到了。看你他边过、啊，他还是穿过去了啦！哎呦，我们不能防守。你死啦！你踩个屁呀、啊！我要上去，你那我们要过，我们要害他。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没事，没他的事情。看表演啦，看表演啦。你这个过我叫你爸。看表演啦，看表演啦。哦，干！你吗？差点叫你爸了！哇，你哎干、欸，第一名他哎、欸，我第二名，你第三名，你好弱，要上诉吗？上诉啊！干妈的，丁丁你不对，丁丁我跟你讲，你拿第一或我拿第一都没关系，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等一下努力一下，我们就把他搞死，他放什么就把他炸掉，我们两个过就对。对，我是不对的，我们先把他弄死就对了，把他弄死。他说我们以后玩完之后不跟他玩了，我不会。
他。你懂吗？我们先把他弄死他之后，只要你给我一领先，我们就开始那个放推战术。有人进来了，他好像很厉害耶，是不是偷看我们的、啊？老袁是谁？自己承认。因为这个没看直播进不来，我们有密码的，不知道是谁，是不是有人现在去买 Switch？ 他是不是看我们三个智障玩很久了？三个智障。哎呦，神殿是什么？我没玩过这个，没玩过这个，是怎么玩？下面那个感觉是刺啊，被刺到就死了。好，我跟他拼速度。为什么要去那边？哦，还可以这样哦！这几个家伙他妈的根本是都已经被我压死了。那沙小他这个家伙是会玩的，这家伙是有在偷练的。哇靠！老板遇到对手，看他怎么了？他怎么不会死？偷练仔哎、欸，哎、欸，这个很强哎、欸，还把他踢出游戏，把他踢掉，把他踢掉。我们不能玩比我们强的人，也不能会玩能进来。我们要不会玩的，敢会玩的我就把你搞死。哦、白鬼说这观众很不错哎、欸，他遇到对手了，他想还有动力跟他挑战一下。你让我玩个一个小时，我就把他电爆。我们已经玩了一个小时，还没，我还没。可能是猴子是智障。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了。又死了，剩我哎、欸！你有办法过吗？我觉得没办法。小跳跃到短木那边，抛物线。啊！看你俩错塞了哦！他说太简单了，哇！那个拉克木说太简单了，他就死了，还那边太简单了。他说赢我们太简单了，不是说这游戏太简单。是啊，我们就第一天玩，那不知道玩多久了。你叫他先来天堂 A 里面，我看谁会赢。我就光插死他操！我操嘞！我肚子好痛。天天超强，不可能！哦，干林老师，我被……哎呀！黑人问号！哇，他真的猛哎、欸，他跟忍者一样哎、欸。那个 Local Mo 你在吗 ？Local Mo 你在吗？结果他是天天什么轻便，干、啊、我不甘心。没事，我们一直在累积我们的地图的 meta， 他们已经快不行了。会中谁的呢？屋顶，来这场不让了。一米，他觉得太简单了。看他嘲讽我们，聊天室就给我打字哦，这个 L O K O M O T 给我打字，你给我打字，太夸张了。他想说他不想要这么简单的，要难一点。他一定长得很像浣熊，妈的！啊，我们的 leader 最啊完了，最完了，他不会过，他不会过，他一定不会过，他一定不会过，他一定不会过。悲观者胜我了、哦、他死了你全哎、欸、他没死 他在玩我们爷爷全村最后希望靠你了只有你能赢他你在干嘛他说赢就会第一名了他不会赢我觉得他会赢干好稳哦他好像他是不是他看他是 AI 人工智慧哦老师好像是他在跑的一样啊干你是长在屌啊再挑给我看，他乱了分寸，啊！操你！我刚刚应该要过才对。我刚刚在干嘛啦？我的眼睛！你上不来的啦！我一定要领悟他那个大跳。可以，我会。你上来嘞！干嘛？这超黏的，他妈的是怎么玩？看，这是超他妈黏，黏爽没、欸？左边比较好走吧，这边你跳不过去啦。叫他不要在那边打字啊！干，全程最后希望，哇！逆转胜，还是要靠我，还是要靠我！太屌啊！妈的，太屌啊！独行侠，太屌给我看啊！妈的，今天就是我拿下冠军的时刻，看到没有？聊天室一波七刷过去，谢谢音乐订阅，太屌了！哦啦，我等这一刻等很久了，都在操我们终于把他干死，干我们终于干死他了，在屌啊！好爽，干你在屌啊！操你的！那消大现在我们上不去了，干这没救了、啊，这怎么玩？可以，我试看，应该可以过。你会过，我叫你爸、啊，你都上去就动铁球就被干死哦。哎、干，下面不是有个盘子吗？啊，门在上面了啊！没事，门在上面。不然，干你娘嘞！
放弃了，这不会过啊，这过不去的。只要全部人都没办法过，那我就第一了。我们就瓦解这个僵局。今天赶快，哎，我们要赢，我们要赢。你娘的，错赛了！哇，这个马到最后在哪啊？这个马到底在干嘛啊？干，他又赢了！这家伙，哇靠！没事，我第二名。我要把他干死。你、欸、不是说第二赢就 loser 吗？你刚刚说不能勾结第二名。没有、啊，现在是你们两个是 loser 啊。浣熊很稳，那个浣熊有点稳。干、欸、你死了！正义门。好、哦、被洗脸啊！干他赢了，浣熊！我第二名，我第二名。不管了、哦，你打字哦，你给我打字，你现在给我打字，立刻打字。